知道什么叫 parting 吗？这个动作都是源自于果农。源自于谁？果农。跟果农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啊？你具体说说。果农打药分几步你知道吗？不太了解。一共分四步。哪四步？第一步兑农药。第二步摇晃均匀。第三步背上药箱。第四步上劲打药。就整这四步，这跟 popping 也没关系啊。我一跳就是 popping 啊。你跳两下我看看呀。 music 还有音乐、这就掌声。而且摇晃均匀，在打药呢。哎呀，这上劲儿呢，往这边吃，这边有果树。